两项竞赛以后呢，美国队仍然处在第一位。拥有高学历的中国大陆队和精力充沛的台湾队能够追上美国队吗？到目前还未得一分的香港队能够摆脱现状吗？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挑战是什么。哎呦，那么早，雾水迷茫，可以这么说吗？他都准备好了，去下一个站。Where are we going? You take a look.那么现在开始我们这次大挑战的第三个挑战的项目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在这边呢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做一个桶子 ，OK？ 你不是说你的那个 engineering background 很好吗？很强吗？对不对？我桶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限时20分钟，开始！中间的是最大的，对，这是最大的。所以呢，要看一看平时在这边啊花言巧语。到现在要做个水桶，到底这个水桶这桶子到底做不做得出来呢？到底到最后是做成水桶还是个饭桶就不知道了。咱们中国队呢就是有点相反倒着过来在做，所以他觉得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神奇的一个做法，觉得这样很笨，大概不是这样做的。七，你看现在两家都是倒着做。Build it, not destroy it. 那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吧？就怕站不起来。到底这个水桶怎么做？难道我们真的是饭桶吗 ？What's happening? Oh no! I'm gonna put him in the barrel. I'm gonna put him in the barrel. 最后1分30秒，鹿死谁手？哇，激烈！还有多少时间啊？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一 stop， 不 stop， hands up， hands up， hands up， back up， back up， back up。